都跑在那边，他都是没地方的。咦？我唔知啊，即係我誒，我見到佢有 post 咗，佢同佢突然間話佢唔食煙噶嘛，但日本係冇室內禁煙噶嘛，我可以啊，翻工還做得以上，覺得好辛苦。咦？邊個傻佬係啊？要冇啊？大啲，大啲。咦？點樣啊？杨子，哥哥啊，你系？我唔嚟咯，原来佢咁样卖，不就系咯，交代得啦。